翻一切，做个真英雄。巾帼不让须眉，我刀光剑影，身手不凡，看我威武一阵风。路见不平我就出手不犹豫，惩奸除恶就是为了天下太平。哇哦，两肋插刀，哇哦，侠骨柔情，素面朝天称兄道弟一路前行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是你看也看不穿，一样出宝暗良辰的阳山胜过真正男子汉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是你看也看不穿，我们携手同行一起进来，潇洒如风来去任世间。谁说女子两位里边请。喂，你们把我们喊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这些是什么人？两位稍安勿躁，坐下来慢慢聊啊。好，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商会执事李老板。坐在我右边这位呢，是应天书院的院长周先生。他们两位都是本地有名望有地位的乡绅，我今天请他们来就是想为今天的事情做个见证。什么见证？什么乡绅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钟老爷不要这么烦躁，有话慢慢说。听说你要休了柳明月，有没有这样的事啊？你有没有搞错？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，你到处去宣扬，你不觉得很难看吗？走走走走，跟我回去。你干什么？是我要问你干什么？你当这里是你家里啊？拉拉扯扯的，这是我的家事，轮不到你外人来管。说得好，按理说呢，你家里的事我是不方便管的，只不过我想提醒你一点啊，本来男人休妻呢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，不过根据大宋的律例，夫妻毗邻之法不外有三：一为和离，二为七出之条休妻，三为决义。既然你要休妻，那柳明月应该是犯了七出之罪了吧？什么七出八出的？你讲什么？看你样子就没读过什么书，让我教教你吧。坐，坐呀。所谓七出之罪，就是不孝顺父母，无子嗣，淫逸，恶疾，妒忌，口舌，盗窃为七出。你要休了柳明月，究竟他是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啊？那还不简单，他犯了妒忌，他不让祭祖娶我。好，既然你说柳明月反对你再娶，那我要问你了，你们两个有没有好好的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过这个问题？有没有解决的余地啊？他说没有啊。那么究竟柳明月是反对你娶妻还是反对你立妾啊？你又答不出来啊。还有，那你知不知道柳明月的心里面在想些什么？你又不知道，哼。那他想害我滑倒，打掉我肚子里面的孩子，这还没有理由休他吗？就是呀，
其实我也不想走到这个地步，毕竟玉晴肚子里怀的是我们钟家的骨肉，我不能看着她看着她欺负玉琴，这说不过去嘛。休妻还算便宜她了，幸亏我的胎儿没事，要是有事的话我还要告她杀人呢。闭上你的嘴，你凭什么身份在这里说话？你既未入门也非同族，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，你凭什么在这插嘴啊？钟继祖，大家都是男人，你心里在想什么呢？我很清楚，一句话说穿了，你就是想抛妻弃子罢了，你别妄想了。你有七出之条，柳明月也有三不去。一不去者，妻子无亲无故，被休子无家可归的，休不得。二不去者，妻子曾替丈夫父母扶丧三年，休不得。三不去者，丈夫娶妻之前贫贱的，但成亲之后发财富贵的，就更加休不得。说得对，钟继祖，你不要忘了，全开封的人都知道，明月是嫁给你之后你才有今天的，你现在想休她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明月恪守妇道，又为你爹娘守孝，现在她无亲无故，你却要休了她，我看你七到八道都不能解我心头之恨呢。没错，大家听得很清楚了啊，柳明月这三不去呢全中，所以我告诉你钟继祖，你根本就没有休妻的资格。够了，你们人多，我说不过你们，既然休不得，那分家总可以了吧？我们走。明月，来，累了一天，饿了吧？我给你做了饭，趁热吃吧。来来来，吃完饭呢，还有甜品，是好东西啊，燕窝，补一补啊。我拿了些衣服给你们，其他的事情别想，你和子乐先住在这儿，不要紧的。我知道你们想劝我，这些道理我都明白，当初我劝香莲的时候我自己也说过不少，只是我一直委曲求全，就是想给子乐一个完整的家，但是我真没有，连一个完整的家都给不了他。明月，你为什么总要怪你自己呢？错根本就不在你，完全是那个男人一手造成的嘛。没错，再说了，那个混蛋不要你，他迟早要后悔的。哎，别说男人了，就算是女人，最重要的就是有尊严，既然他这么对你，还用得着客气吗？告他，跟他和离。不行啊，我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啊。把事情闹大的人又不是你。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怎么劝香莲的？不好的男人就要像垃圾一样把他扔了算了。难道你想让子乐跟你一起痛苦？难道你想见到子乐不开心吗？就是，你也不想看到子乐不开心的嘛。要是你害怕呢，我可以帮你告官的。现在一句说到底啊，既然错不在你，你就不应该逆来顺受，要还以颜色。明月，别人我不敢说，可是我自己深有体会啊。我们家盛兰就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知道一个女人要撑起一个家是多么不容易啊。现在有人要糟蹋你的家，你怎么就心甘情愿呢？没错，难道你就心甘情愿把拥有的一切拱手让给他人？难道你就心甘情愿看着子乐被人伤害吗？没错，这个家谁都不许破坏。好，好，我们支持你。支持你。来来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先吃饭。哎，先吃燕窝啊。来，我亲手炖的。妇人柳明月状告钟继祖，未得正式同意，竟有意另娶，视为通奸，而柳明月无犯七出之条，
祭祖意图休憩，不忠不成，难靠终生。因此，柳明月提出与丈夫钟继祖和离，并要求钟继祖负责养育儿子所需的一切花费。什么？这么点小事你就闹上了公堂？你嫌我还不够丢人呢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故意让我丢脸是吗？我不休你，你就要跟我离。我偏不离，我不离。钟继祖，你不肯和离是吧？好，包大人，本人欧阳东代表柳明月状告钟继祖通奸之罪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么和离，要不然呢我就告你通奸，你自己选吧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绝情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包大人，我之所以要休妻，完全是因为柳明月从来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。我辛辛苦苦外出挣钱，回到家还要听他抱怨在家里如何如何辛苦。我那么关心他体谅他，他却从来不关心我。包大人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们是不是要把我的家事全部抖出来才甘心呢？啊！柳明月，兄弟啊，他真是该死啊！这个人，柳明月，他有问题的，这个病人，柳明月有问题，有病啊！这个人，顺子，肃静！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娶我闺门时候的情景？当日我嫁你的时候，你家还很穷，你说夫妻之间应该互相体谅，所以我们虽然穷，但也穷得开心。后来你赚到了一点钱，公公婆婆含笑而逝，他们看到我们有了指望。你说过要照顾我一生一世的，我真的相信了。到后来你要做生意，第一次一败涂地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一定可以渡过难关。所以我变卖了所有的首饰让你卷土重来。你要出远门，我就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在乎。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她的家庭，她的相公和她的孩子。现在给我的是什么？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没话可说了。你要跟我和离，我就跟你和离。本府现在宣判，从即日起，柳明月与钟继祖终止夫妻名分，其子钟子乐由柳明月抚养。钟继祖需将祖屋与儿子日后养育花费给予柳明月。退堂。
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没用的东西，你还三个男人吗？啊！他在告诉官府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思故乡，你看看，现在房子都让人抢走了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爹，爹，子乐，爹，子乐，哼，别叫我爹，你以后没爹了。你把什么都抢走了，现在我走了，你高兴了？连自己相公都害，跟这种女人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走。明月，善男，公孙先生，坐。好啊。喂，那家伙走了？哎呦，走了太好了，免得让人心烦。喂，你没事吧？会有什么事啊？明月呀。好歹是皇上御赐的捕快，会这么轻易有事吗？嗯，既然家事忙完了，就尽快回到府里办公事吧。可是我已经请辞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只知道你请假的这段时间，我连自己的东西放到哪里都不知道呢。明月呀，我看你还是赶快回来帮忙吧。谢谢你。啊！是皇上御赐的刀，千万不要摔破了，要杀头的。这么怕杀头就用心的练嘛。你这么早来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看今天天气不错，特意找大哥来踢蹴鞠的。大哥呢？这时候当然在私塾了。哎，别妨碍我练刀啊。哇，你这三脚猫功夫也算是练刀啊？要你管。那别说我朋友一场不帮你啊，照着他来练包你有好处的。刀谱？当然是刀谱了，难道菜谱啊？
这刀谱呢是很久以前一个高人送给我的，记得不要告诉别人啊，不然那个高人找你算账呢可不关我的事了啊。原来来蹴鞠只是借口，送刀谱才是真的。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呀你？我说既然这刀谱这么珍贵，你把它送给我咯。那你要不要啊？不要还给我啊？送出去都不能要。好了，那你用心练习吧啊，我去接子乐放学，告辞了。事情呢就是这样咯。哇，你真的把刀谱给明月了？不给都给了，大惊小怪干什么呢？你也太过分了吧，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求你教我刀谱上的刀法，你就是不肯教我，现在倒好把它送给别人了。你生什么气呀？来，帮你扇扇扇子消消气啊。其实是这样的啊，我也想教给你啊，但仔细想一想呢，教了你可能会害了你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也知道啊，你武功高强，性格又刚烈，如果学了那套刀法呢，虽是会天下大乱，还会血流成河的，你说对不对啊？你以为我真想要你的刀谱吗？我就是怕别人知道了你就是当年的呗。哎呀你撞鬼啊，说那么大声，背什么背啊？要不要拿个喇叭给你啊？我也知道，要是让人知道这刀谱重现江湖的话呢，真的可能会对我不利的。不过明月现在最需要别人帮助嘛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你说的也是。希望这本刀谱能够让明月重新振作起来。他振作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你？你已经是名震江湖、所向无敌的欧阳胜男啦，你还要振作？吃面吗？不够的话呢，这碗也给你啊，这个大胃婆。你们也这么早啊？还早，我们等你好久喽。等我？我们有东西要送给你哦。是啊，得知你重回衙门，我们特意为你准备了捕快三宝。拿着，给。金疮药，鞋垫护腕。何为三宝呢？我先说说这鞋垫，我们当捕快的每天走个十里八里路是最经常的事，路走多了在鞋里多加一双鞋垫，走起路来那才叫舒服啊，是吧？还有这金疮药是我家药店的独门秘方，就算是受了伤也会很快治愈，而且包你没有后患哦。没错。这护腕呢？哦，它可厉害了，可以在你练刀的时候保护你的手腕。看看都有。谢谢你们啊。啊，对了，你们不是一直不同意女人当捕快的吗？我们本来是不同意的。不过为了让你知道这天底下的男人不都是坏的，还有我。大家都过来看一下，这一份是今天从刑部收到的公文。根据公文所说，赵军也是死于眉心一刀。同样死法的人不止赵军和陈明这两个人。近半年来，凉州、
益州、邯郸一共发生了六宗命案，案中的死者全都死于这种刀法之下。根据行凶的时间和地点显示，凶徒似乎是自北向南作案，而且作案手法都是一致的。哎，难道是这些死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，所以才会招致毒手？那这凶手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眉心一刀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功啊？公孙先生，又发生一起命案。眉心中刀，这一招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来，请展护卫。哦，这位是这里的主持慧贤大师。贫僧有礼了。哦，大师不必多礼。这位死者到底是什么人？阿弥陀佛，他的法号叫净空，已经在这里出家十多年了，素来与人无仇无怨，如今遭此毒手，老衲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沈南，尸体都已经检验过了，不如回去吧，好臭啊。沈南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血影刀法。血影刀法是当年北侠欧阳春的独门武功。欧阳春？其实我也听说过，那个欧阳春已经销声匿迹十多年了，说不定现在都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重现江湖啊？再说了，他可是一代大侠呀，怎么可能会滥杀无辜呢？你会不会搞错了？喂，怎么你也知道那个北侠欧阳春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那个时候他会在哪儿呢？后院喝酒呢。我给你留了汤。你来的正好啊，独桌无味，陪我喝一杯啊。喂，这西域产的葡萄酒很珍贵的，我花了20两银子才买到这么一小壶啊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今天甘露寺发生命案了？命案？公孙先生说，过去的半年在其他地方已经发生6宗命案了。那又怎么样啊？他们都死于血影刀法之下。
根据大家查探所得，这个陈明赵军以前都是江湖中人，在黑白两道都很有名气，他们都是北下欧阳春的探子，曾经帮助欧阳春捕获了不少重犯。至于这个净空大师，出家前叫齐玉，是江南飞鹰堡的总管。你是说他就是江湖白小生齐玉？没错，他与欧阳春素有交情，只是十多年前欧阳春突然绝迹江湖，这个齐玉也在江湖上失踪了。这个欧阳春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是啊，北侠欧阳春曾经也是一名捕快，当年在北方也是风云一时啊，是一代名捕，短短的两年间就捉拿了很多朝廷重犯，哎，令黑道中人闻风丧胆呢。只可惜这欧阳春昙花一现，江湖上传闻说他被仇家追杀，从此失踪了十多年，但雪隐刀法为什么现在会重现江湖？当年帮过他的人也都接连被杀呢？难道是欧阳春怕有人泄露他的行踪，所以杀人灭口，斩草除根？喂，你刚刚没有听清楚吗？人家可是北侠，怎么可能会滥杀无辜啊？一点证据没有就说是欧阳春杀人，说不定是有人杀的人嫁祸给他呢。哎，我说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，虽然你也姓欧阳，可我们也没有说你跟欧阳春有什么关系啊。对啊，我们不是在分析案情吗？就是啊，就是你二叔叫欧阳东，又不是叫欧阳春，你至于这么紧张吗？你看你们笑什么？怎么了？姓欧阳的得罪你们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说了。包大人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个案件现在的线索实在太少了，我一时也没有什么头绪。这样吧，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，哎，你们马上赶到案发的州县，仔细探查所有死于雪影刀法的案件，搜集线索。是，是，包大人。包大人，公孙先生，你尽快把刑部其他公文抄送一份给我，我要仔细分析一下。这，大人，明月还没回来，我看这个可怕要晚一点才能给你。嗯，明月她怎么了？啊，包大人，子乐生病了，明月要晚点才能回来，他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是啊，我迟到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去换衣服，等等我啊，等等我。子乐怎么样了？福伯在家照看着，应该没事的。对不起啊，展护卫，我现在就出发。对不起啊。哎，明月，啊，你腰上挂的什么呀？令牌嘛。油饼啊，你把油饼挂身上干嘛呀？糟了，刚才肯定太匆忙拿错了，完了完了，我回家去拿，我回去拿。明月，展大哥，明月是因为子乐生病了，所以才这样的。再说，她一个女人要撑起一个家，真的。我们同在衙门共事，有事大家一起扛。你回去照顾子乐吧，衙门的事就不用担心了，有我们在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多谢你啊！我先回去了，我回去了。想不到你这个人还挺通情达理的啊！快去查案吧。上上下下和善信的心中，净空确实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高僧啊，想不到他会遭此横祸。
阿弥陀佛。施主，你跟净空认识吗？我曾经和净空大师有过一面之缘，如今我知道他出事了，我特意来这儿凭吊他一下。那施主请便，贫僧先行告辞了。有劳主持了。Thank you.
哎啊，各位兄弟，来，我们花了足足一年时间，终于把花郎寨连根拔起，一网打尽了。这碗我敬你们的，来，喝，大哥来，喝。来，坐，来。这次全靠你们二位啊，收集情报，还有你们三个负责跟踪，不然的话，怎么会这么快破案呢？哎，欧阳大哥，你太客气了。你堂堂北侠，肯跟我们称兄道弟，不嫌弃我们这些草莽之徒，该是我们谢你才对啊！大哥，谢谢大哥，多谢大哥。就是嘛，这几年若不是你一直在照顾我们，恐怕我们早就落草为寇了。就是，再说，我们不是已经收了你的钱吗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对了，范鑫啊，刚才你究竟在他们酒里面下了什么毒啊？哦。我只是在旁边抽了袋旱烟，嗯，烟里放了一点软金散，仅此而已喽。哦、哎，你不会怪我们吧？哎，此位兵不厌诈啊，对付这些凶徒啊，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，说的对。来，你们听着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六个人就是兄弟，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嗯，喝酒，好，来，酒，干，喝酒，干。两年之内，北侠欧阳春其势锐不可挡，可是在河北之地仇家处处，黑道中人均欲杀欧阳春而后快，而其中的丰都五鬼已公告天下，辛丑年10月16日，欧阳春绝迹江湖。疾苦，谁人能参透内幕？言不尽风情百度，一朝手抛地痛苦，泪让现实变幸福，把灵魂倒入虚无，轻轻飘，静静叹息，人生悲苦，但不知前方是否有坦途，只想化作一朵落幕烟花，不变的祝福。轻轻飘，静静叹息，人生悲苦，用过往尘埃换最后幸福，只愿化作一朵落幕烟花，要做最后到达彼岸的星途。轻轻飘，静静叹息，人生悲苦，不知道前方是否有坦途，只想化作一朵落幕烟花，永世不变的祝福。轻轻飘，静静叹息，人生悲苦，用过往尘埃换最后幸福，只愿化作一朵落幕烟花，天亮后泪还沉。